大家好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 GPG WinMax 掌机连接内建三显卡扩展坞的测试。这是来设立一个扩展坞套件，但是显卡是自己配的 RGX2080。大家可以看到扩展坞是可以给 WinMax 充电的。有一点必须要提一下 ，WinMax 连接显卡坞的步骤。首先要把显卡坞的电源打开，然后用内建3的线连接 WinMax 的内建3口。如果识别成功，会有系统提示。接下来用驱动人声安装驱动后重启即可。现在我们要测试的游戏是《刺客信条：奥德赛》。先说一下这个显卡在我台式机的奥德赛效果，1080p 特效全高帧数大概是60-70fps， 4K 分辨率特效全高分辨率是 30fps 左右。那我们现在看看用 GPG WinMax 运行的效果如何。WinMax 在没有外界显卡的情况下玩《刺客信条：奥德赛》是 30fps 左右，当然是在 800p 分辨率特效全低的模式下。现在通过显卡坞接到外界显示器上，大家可以看到游戏帧率在 60fps 上下浮动，游戏分辨率是 1920×1080， 特效已经是开到了极高，不能再高了。听说内建3外界显卡都有损耗，但是现在显卡负载率显示最高能达到 98%， 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有损耗，但是跟我的台式机跑的效果相比，感觉还是少了那么一丢丢帧率，可能细微的差距在处理器上吧。不过这个效果其实已经很不错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再来看看用 WinMax 的屏幕运行游戏的效果。拔掉显示器之后，画面回到了 WinMax 的屏幕上，因为这里之前拍的视频丢失了一些，后面我重新补上的。看一下在 WinMax 屏幕上直接显示游戏，帧率比外界显示器要低了一些，大概在 50fps 上下，特效依然是极高没有变化，也就是说 WinMax 内建3外界显示器应该没有损耗，但是通过内建3传输画面到 WinMax 本机会有一些损耗。不过目前来说还只测试了奥德赛一个游戏，这个判断还不够严谨，如果你有什么想测试的游戏，也可以留言说出来，我会根据情况按顺序测试的。